开开，你这里还有小崽崽吗？当然还有啦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直毛虎纹弟弟，这个崽好可爱，胖嘟嘟的，是吗？吃不吃？还是要吃？好吃好吃，喜欢吃，所以你才是这么胖乎乎的，对吗？哦哟，虎纹仔太可爱了，为什么把它扔掉？哎呀，这虎纹仔，蹂躏一下，捏捏，哟，好可爱哟，太可爱啦！哎呀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，好喜欢你哟。虎纹就是这个样子，眼睛边上像有眼影眼线一样的黑的，然后这个颜色就是橘橘的黑黑的两个，这种就是虎纹啦。第二位卷毛黄妹妹，不要这么抗拒，有好吃的给你吃不吃？想吃的想吃的，有一点紧张，眼睛都这样眯起来了。他长得和他爸爸样子是一样，不要紧张，染色灯给你吃了，你老害怕了啊？怎么，我会伤害你吗？不会的，是吧？害怕，很紧张，是一个腼腆的小女孩。放我下去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，救救我！放你下去。第三位火显斑卷毛弟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那么搞笑？你要吃吗？你要吃吗？你都推我，推得像个表情包一样。不想吃，不想吃。你干嘛这么挣扎？你看这个，这样像不像一个表情包？太搞笑了，这位兄弟，你干嘛呀？不要挣扎，挣扎是无用功的。来，下块饼干。不吃，我的一心只有挣扎，我不想被抓起来。天哪，放我下去可不可以？他都要哭了，给你放下去吧。第四位直毛的黄眼线妹妹，这个妹妹很漂亮的，你看长头，是吗？吃的，你喜欢吃这个是不是？哦，她看上去好乖哟，你看她吃东西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吃的。那个黄眼线的话，它颜色就是比较淡，你看这种样子的，跟白色还是比较相近的。哦，好乖呀，哦，是个很温柔的女孩子。我的天哪，太可爱了，它好乖，我都不用很用力的拿着它。哎呦，小朋友太可爱了，这个妹妹好乖哦。不错，这个讨人喜欢的黄眼线妹妹，但随便捏捏都没有事情。好，放下去了。这一位卷毛黑眼线弟弟呀，虽然说他的这个眼线没有那么那么对称，但是也已经很可爱很好看了。看他的侧面，他的正面，哦，是个很不错的弟弟，是吗？不吃，吃不吃？尝一尝。他也好乖哦。不要害怕，被吓到了，吃吧。怎么办？我到底是该吃还是不吃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，难以抉择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应该要下去才对，是吗？你确定不吃吗？放我下去。好吧好吧，放你下去。